这南瓜房子是我的新家，那些红萝卜房子是小白兔的新家，这个可以先吃了。这些地瓜房子是小猴子的新家，新家太大了搬不动，只好用滚的。下次见到北北，不如我们马路上滚房子，我们想了一个办法，把房子下面装轮胎，顺便装房子发动器，房子变汽车了。爸爸，我们开着新家回去了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